我们差点就成功了。那个女的在进去洞穴了，跟一些那个什么公然猥亵头的家伙一起进洞穴中。然后那些该死的蓝道军队在这边放了一些 TNT， 把路堵死了。现在整个洞窟都堵起来了。怎么墙壁上有 banana？ 能过去吗？可以过去，但是中间那个门是挡起来的。好呀，不小心点到，要再讲一次。走这边看看。在下面啊。地上那个不能点，好像蜡烛类啊。这边怎么可以走啊？这什么怪物啊？什么怪物？这是娃娃吧？是一个手工做的娃娃。看起来这个娃娃有人很珍惜它，而且保养的很好。哈尼，哦，有人来了，猫人。No！ 他把这个娃娃当成自己老婆的样子，结果看见布莱德在他家跟老婆在一起，他就觉得啊不。我戴绿帽了，而且这个甜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爱他吗？我懂了啊！猫人，他用他的猫做成了盔甲，防御力超高，因为没人敢打猫。啊，布莱德该吃药了。很容易就需要吃药，因为手不见了。靠！我现在到底能够放什么小？没有睡觉，没有 SP 啊。Joey 还剩5颗而已。算了，吃点东西，然后拉面可以回 SP， 你们知道吗？它可以补 NP， 补 HP 都可以。技能也不能用，疯狗需要先敲人才有那个能量敲人。算了，乱打看看，好痛哦！疯狗普通攻击会让人家流血啊，他增加了防御力，蛮屌的嘛，这个疯狗。我放点技能来敲一下。钉棍，直接敲爆他！我选标好烂，哇！这家伙超强的，他把我踢哭，踢沙子踢哭了。疯狗超强了，不是开玩笑的啦！那狼牙棒乱挥乱舞，把人家打得灰头土脸的。放冷静了，放冷静了。哈哈，飞身扑。DAD， 布莱德现在没攻击力了，因为布莱德，成功了，因为布莱德现在是没有吃药的状态。照顾好我的孩子，汉克。爆炸了，升级喽！没有技能，我拿到了看起来像生意人的帽子，什么鬼啊？没啦，他不是叫我照顾好汉克吗？汉克是谁啊？没有拿到什么东西欸。汉克是谁啊？而且我打爆他之后，没有任何好处啊。banana 啊，这边可以睡吗？哦，老兄，让个位置啊！我们是 banana 精神 ，banana
这个叫 split， 这叫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啊 ？banana 闪灵，香蕉闪灵，闪灵香蕉团，越讲越胡乱了。我们对我们的闪亮亮的外衣觉得很骄傲，这是我们自豪的地方。买一些吧，去哪里买啊？我是想要找个帐篷睡觉而已啊。旅馆管理员看起来很诡异，但是他是一个好人。管理员在哪里啊？我是想要好好的睡觉。这里吗？上我，这种台词叫我在实况中要怎么讲啦？哦，不是上我，他说你杀了我吧，我这辈子已经活够了，我们怎么可能活得下去？在这个没有女人的世界中，哎，怎么还有一个？你他妈的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你说给我听吧。哇哦，宝贝！再来一次，等等。他看我，我就自己走出来了啊，逃命了。他一直梦到那个女的，像只猫一样，或者是猫女，或者是什么东西。猫女，哼，听起来很蠢啊。我有一些梦，我梦到了一些鸭子女，猫女。鸭子女难道没有比猫女更蠢吗？香蕉商人，欢迎。哦，这个帽子是那个摔跤手在用的。疯狗可以戴帽子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身上好像还有一个嘛。水哦，也可以戴。布莱德可以加。二应该是不用换了，加多一点的再换。哇，26元，所以这边怎么都没有休息点、睡觉点之类的。下面那什么东西啊？一团团在那个箱子上。哎，我是不是有个帐篷忘记走啊？这边应该有个睡觉的地方对吧？哎，不能睡觉，我要怎么过关啊？没血了。没血了。这边都不能用啊，靠呀，直接出去了。等一下哦，上去看看。又来了！我历经铁虎道场的训练之后，我现在这是什么道场？我是不是应该先去记录一下再来这边啊？这边一不小心就要赔上性命了。烂地方！年轻的战士，欢迎来到我的道场。哇帅啊，攻走了我的啊家族训练场，家族训练中心可以让你训练完美的平衡能力啊，请过来。什么鬼啊这个。嗨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耐心。
你不能让你的感情浮动，你必须在战斗中保持冷静。你想要学习我的战斗 之路吗？好，随便啦。我希望你能准备好这个，为这场学习做准备，准备好，好吧，随便啦。爬上耐心之塔，咋？这个这怎么爬？不是一直上去就好了吗？好啦，现在，证明你的耐心。我终于懂了啦！他叫我证明我的耐心，就是站在上面发呆，然后一直看我到底能够撑多久。哦，超有耐心的啦！我们现在就是大眼瞪小眼，我看他，他看我，然后在这边一直等。我绝对不会下来的，除非我们两个之中其中一个死掉，我才会下来。哎，成功了，做得好！你证明了你的耐心。OK， 下来吗？你要给我什么奖励吗？哇，我对你的表现很惊讶。我完全没想过你可以撑这么久。我想你已经了解了冷静在战斗中的价值。哦，我得到了一个空手道卷轴。你一定要读它，读一下吧。这个该不会跟上次一样吧？读了之后，我的能力会下降一段时间，然后又加回来。在哪里啊？哦，这个，工作咯，工作咯，工作咯是卷轴，工作罗。天哪，这名字好烂，自己读一下吧。工作咯。哎，我读了，读了，看一下资料。攻击力好像本来就是4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有吃药状态嘛，好像是这样嘛。我已经教了你所有我知道的事情了。啊，我过不去啊！我想说那边可以拿汤，哎，不行啊，算了，离开吧。要出去锻炼一下之后，能力才会回来。欸，我从这边来的吗？上面还有路吗？走过就忘了，我就是这么健忘。我这啊，旅馆，我爱旅馆，旅馆爱我，我记录了吗？我揍他一下，看能不能揍，这应该可以揍吧？哦嗨，欸。没反应。Hello。他看起来不想要受到什么打扰之类的，而且好像也不会伤害人。算了，不理他。他没反应，我也不用理他了。旅馆老板长得很诡异，我知道。但是你们看三楼有一只鸭子在那边。为什么 ？Hello， 喽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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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要在这边过夜吗？喽喽喽喽喽喽喽，我保证你在这边会很安全的，会花你10块，好吧？啦啦，精，哎，没事嘛，拜拜。我直接睡觉再去找鸭子啊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。睡，看一下我资料有没有变化。哦，睡一觉，我的那个禁断症状就没有了。然后看一下我的技能，我技能我真的需要再想一下，有很多东西都改了，只剩下三个钮可以按了、啊。S D D 嘛 ，D A D。滴滴滴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。鸭子 ，Hello。
当一个人除了痛苦之外什么都得不到啊，就这样啊。这个鸭子是他原本是人的意思就对了，就说他在变成鸭子之前他感觉到很痛苦。大金刚吗？嗨，他说等等老兄，我的小弟们正在训练中，嗯，你最好小心一点，要不然你会被他们踢倒的。而且还有些人在上面丢锤子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你就是小心点就对了。What the fuck？ 这冲太远了吧？我直接揍爆他可不可以啊？这音乐好鸟，你们仔细听。Yeah！ 这什么？怎么烂音乐啊？火炬标没屁用啊 ！A D D A， 啊，没有用。哎，好弱。波西升级了，啊，咒死就不见了嘛，一样嘛，啊，咒他，怎么的？当做练功啦，练一下，这不会很强。ADA， 哎，对不起，我记性超烂的。哦 ，SDD 啊 ，DAD SDD， 下面有个瓶子，不要了，不捡了。我、喂，丢小力一点啊你！他们一直坑啊！哦，在中间不会有事。这个好像一定要打掉。嘲讽屁股是什么？放屁吗？啊，这个嘲讽。没，他就只是要指个棒子而已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！我还以为会直接把屁股拿到他脸上蹭的，结果没有。安吉肉，这什么东西啊 ？B O R E， 看一下。说一大堆没有人关心的事情，然后让对象处于睡着状态。这应该是要往下走了，往上吗？哎，靠呀！这边有路哎。我找到，这是复活香水，这是日本的搞笑艺人，叫什么江头多少啊？江头57哦，还是几啊？那个数字我记不起来，这是什么鬼啊？靠，上面那是什么野人王之类的？他下面那个椅子是用人在撑的，欢迎来到我的寒舍。帅哥，把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家吧。这怎么都是用人在做装饰啊？哟，这是厕所是不是？我知道这是厕所，对不对？这是便器。
五十扣。差点离开这里啊！什么鸟地方啊？上不去了。嗯，就这样。你这臭婊子！他说他要下来踢我的屁股，什么意思啊？是因为我干他的钱的关系吗？啊，下来啊！要不下来？刚在上面那边讲话而已，下来啊！这每次都要用叠的吗？这复活药剂？不对，不是这里。我感觉让我完全恢复的地方好少，我血量一直都处于不满的状态啊。推土机，如果你的推土机压到某个人的话，你会得到经验值。这什么烂提示啊？我可以开出去玩吗？开不过去，不行不行不行。推土机，然后把人都盖一盖好了，管他的。哎，老兄，他变成我的剑子了。啊！越级十四级了，越级是那个摔跤手。啊！好恐怖哦，变成人肉团子了。波西十五级了，还学到技能了，然后攻击十一级了，哎、欸，好棒！哦，我们已经做到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尽力了。没错，我们尽力了。再见了，提米卡洛斯。再见了，波西皮斯。靠！他拿刀子对着推土机冲过来，是能怎样啊？给笑哦！我还过去把他倒退撸了一下，然后疯狗升级了。前面不是还有一个？他挂在树上，他看得到吗？他看不到。他怎么跳那么远啊？哦，硬汉！哇，果然有肌肉就是不一样哦，硬汉是吧？跟推土机比腕力，他要挂了。哇哇，他要挂了。哎、欸，已经挂了。推土机大战这是你最后逃生的机会了，你可以做到的。不不不是现在，那个记忆重现了。什么记忆啊？不要是现在。哎，讲什么啊？他坐在推土机上面，然后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记忆。他喊着说：“爷爷，爷爷，我想要成为一个开推土机的驾驶员，就像老爸一样。”嗯，哇，他那个英文字有点不一样，他故意用的那个好像童言童语的感觉，我有点看不懂。然后爷爷说：“随便啦、啊，小鬼。”哎，他真的成功了。这是你成功领到驾驶执照的这一天。他的名字叫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恭喜你，你成功成为了推土机的驾驶员，你通过了这个测试。哼，
我想这边有人打错字了。我的名字叫做 Harris Finkel。好了，随便了。我拿到喽，喂，谢谢你，先生。是时候让世界看看我是什么做成的了，让世界看看我的实力。嗨，我的名字叫做 Morris Dinkel。好嘞 ，Oops， 哎，所以说他并没有成功嘛，他领错人家的执照了。Horace， quick， 快点，使用你的推土机，把这个冰箱从我身上移走，救我一命。我来了，我的爱人，我会救你的命的，我马上就把你救出来。我训练了那么久，我训练了那么多年，花了我所有的钱，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开这台野兽了。为了我的 Horace 闪亮推土机，这是个讲什么鬼啊？赶快吧！他到底有没有把他老婆救出来啊？啊，他没有救出来啊！他说：“哼 ，Horace， 你原本可以救你老婆的。”如果你开推土机的时候不要开得这么糟糕的话，他会活下来的。北七，这根本是北七啊！然后爷爷冲进来说：“你烂爆了，孙子！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推土机驾驶员的。”啊！回忆完了 ，kiss 啦！明明就没通过考试，就要学人家开什么推土机啊？嘿、hey, ，听着，我今天感觉，我不想跟你决斗了。我现在听好了，我现在就掉头就走，而且我要回家了。让我好好回家好吗？哦，我靠！他连要回家都做不到，还一路往我这边撸过来了。推土机推他，我怎么开始推土机跟他对战了？回复一下 HP 吧。我血好少哦，天哪，我该不会挂吧？拖！什么东西啊？他是用推土机要推我吗？我怎么感觉不出这什么诡异攻击啊？推他，推土机推他，这是让他虚弱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技能不能用，直接敲啦。他对攻击有那个反抗状态啊。有抗性在，哎、欸，有点痛啊！压他，是因为他开推土机的关系，普通攻击对他来说会减少伤害啊。就直接疯狂烧他吧！我有没有压他？没压到。Resist。是抗性吧？怎么会是回血呢？真的假的、啊？而且血量是减呢、欸，是减，代表说他还是会受伤，但是打不太痛这样子的意思啊。加才是补血啊，减打他300滴。手指炮轰一下吧！我快没 NP 了。抗性是回血，抗性。
没有啦，打他反正只要是减血量的，他就会撩起啦。大家不用想的这么复杂啊，反正就是减血就对了啦。我就一直靠到他死为止啊。流血可以打他500滴，有点爽。火焰对他没什么用，我只能靠状态让他撩血啊。流血是流的蛮多的，干嘛了？他失去控制了啊，他挂了。我直接把他敲挂了。Becky, my love, 我来了，我的爱人，我又失败了。哇！耶！我打爆了一个人生失败的推土机缘。我的载具停止运作了。睡哦，解帽子吗？我捡到了 Horace 的工程帽。哎，这边我不能按道具了。推土机已经坏了。嗨，我怎么不能开道具栏啊？我嘞，我把那个汽油全部拿了。上面是不是有个拔蜡可以用 TNT 之类的？我找到了一大堆的 TNT， 太棒了！是时候可以离开这里了啊！可以去炸那个洞窟那个门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回来了吗？水哦，直接帮我传送回来了，太棒了！